他们来自津巴布韦，他们希望世界听到他们的呼声。每个国家都正受气候变化的影响，我们没有钱又没有食物，干旱令到我们的生活很艰难，我们饿着个肚上学，我们的牲畜已经死了，因为水坝、河流和水井都干了。世界上最脆弱的妇女和小朋友正在承受气候变化的恶果，但是他们是无辜的。要回应当地粮食危机的挑战，需要你我同心，以行动支持这班饥饿的人。所以今年饥紧一餐以升温的饥饿为主题，为津巴布韦、南苏丹和索马里三个受天灾打击的非洲国家筹款，回应当地的需要。气候变化没有因为世界停摆而减慢，我们亦不会因为要对抗2019冠状病毒而忘记孩子的呼声。邀请你和同事一起参加饥紧一餐，不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工作，都齐心播种希望。